我总在不停期待着过上某一天的真爱时刻，很想问到底为什么爱情要去遵守什么规则，总是遇到所谓的阴晴轴，陷入了面包爱情的抉择。三十岁其实没什么，别再勉强自己去迎合。 Love myself， 积极心态才是幸福秘籍。 Care about， 给自己多点时间爱自己。成熟无需歇斯底里，小姐小姐等成熟写自信。 It's me， 惊天动地。幼崽为什么不能像马一样站起来就跑呢？那你一出生就那么懂事耐生什么呀？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你生孩子就是为了成就感？那还不是那些养儿防老的人？我大姐，你这养儿防老太不靠谱了吧？你首先吧，你得保证这孩子不残疾不夭折啊。你其次，你长大之后还得有钱不啃老。你最后你还得孝顺，你还得住得进。哎，凑齐这些我还不去买彩票去。你说的还真有道理。清明节我去给我姥爷上坟的时候，我还求他保佑我。后来我想想，我还挺内疚的。人都上天堂了，还得保佑我，太辛苦了。我知道，我的男朋友，哎呀，就是之前的男朋友，他还调侃我，之前哪个？就跟我看家具那个。他说像我这种丁克，老了在家死了都没人发现。我有时候想想吧，也挺凄惨。发现能怎样？能复活啊？孩子难道不应该是两个人的爱情结晶吗？你听着像是给咱们收尸呢。说甚至调好了没有？我要回家了。那还是这个吧。这贵了点吧。哎呀，再调会儿。买单。哎呦，今天正事还有点忙啊，是是是。哎，别闹，上这边玩去啊！啊，您说那个我记一下。哎，稍等一下啊，你是要那个 CH102红色那款是吧？啊，好，再见啊。哎，二位，那个你们要的这个颜色？对，就这个颜色。那我现在就找人给你们抬下东西哈。谢谢啊。喂，能听清楚吗？什么七个？七哥，来俩啊。这是你孩子啊？是的，可爱吧？挺可爱的，挺喜欢的。明明家，过来，上这边来。来，到妈妈。妈妈叫你了，快点，快去。哎呦，喜欢阿姨。哎，这边往里搬，慢点啊，小心被磕着脚。哎，好。哎，慢点，别碰着啊。哎，往里屋走吧。哦。翻我屋，就要翻你那屋吧。哎呀，是这儿是吧？行吧，慢点啊，放这个屋，谢谢。来，默默啊，我先走了啊，朋友楼下等我的，你看着点啊。行，那你快回来啊，早点回来。哎，师傅，麻烦帮我们靠边放，对，谢谢，辛苦了，大哥，不客气，辛苦你们了。那个有事打电话啊。好。哎，你说这老板娘也不知道怎么想，让我们七个人抬这么一小柜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喜欢蓝色。你是从柜子里出来的吗？喜欢蓝色。7102。哎，给你叫呢。上里面玩去了吧？我光子。这我没看着他呀。哎，老公，你看一下这个周女士的这个柜子我已经发货了啊。然后我一天没吃饭了，我先去吃会儿东西。行，你接电话啊。你要带东西吗？不用，吃过了。
喂。哎，你们家孩子在我这儿。孩子？你谁呀？哎呦，你别管我是谁。喂？喂？喂？姐姐玩捉迷藏，玩捉迷藏，玩捉迷藏，玩捉迷藏。姐姐先接个电话，你安静一会儿啊，乖。喂，能听清吗？那刚才信号不好，你说。你们家孩子在我这儿，你把孩子放柜子里，不会憋死他呀？憋死他？憋？别憋死他呀！不，不是，你千万别冲动啊！你们是不是不想要他了？要我咋不要呢？不是，你千万别冲动啊！有什么条件，我能答应你，行不行？那你就赶紧过来把他接走，然后顺便把那个押金退给我。喂，押金。喂，喂，钱啊，钱是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这个规矩我都懂，带钱。哎呀，接孩子顺便给我就行了。带钱？地址你知道吧？啊，对对对，那个地址你发给我，发给我。喂。看这事儿呢，喂，什么信号啊？这是啊，喂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们七个现在赶紧过来，出事儿了，我们姑娘被人绑了，快点的，好。确定是这家吗？差不了。哎。不可强攻啊！等他们来再说。哎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宝贝儿！你快别我呀！你小心摔着你！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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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跑了不跑不跑！来来来，哎呦，来，咱坐下，姐姐陪你玩游戏啊！不玩这个值了。十五二十会不会？不会。逢机过呢？不会。那你会玩什么呀？捉迷藏。嘿，七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让我来的？这不扯呢吗？我是让你们七哥来，不是让你和七哥来。哎，哎，注意点力！我藏好了，快来抓我呀！快来找我呀！哎呦，这箱子，喂，这个不是用来玩的，这，哎，我的天哪，好几千块钱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好了好了，我们出去玩，我们出去玩，这里不能玩了啊，宝贝儿，哎，乖，这个东西也不能用，不能玩了啊，你小心这个地方啊。磕得很痛的哦。好了，你去藏吧，你就在这里藏啊，藏好了告诉我，我就来抓你了。藏好了吗？我要来抓你喽。雪刚撒一地，车太没气儿了，要不你不能摔。是这个情况。哎，怎么又回去了？哎，这咋办呢？这个稳住。吓死我了！
你是不是饿了？你饿了。我说你是不是饿了？你饿了。你是不是你我不分啊？吃。这个你不能吃的，辣。吃。辣。吃。辣辣。吃。啊，好好好，姐姐带你出去吃好吃的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果然在大那儿哈。太不是人了。把我引人当动物了吗？这不是，早不说呀，直接把这孩子抢回来得了。哎呀，不要轻举妄动啊！你想想，他一个女流之辈能干出这么大事儿，背后一定还有其他团伙吧？咱们先跟踪再说。有道理。呀，哎，人呢？追呀！咋不走了？过马路要牵小手。我上次从那儿，在这回半小时要钱呢，咱们咱不能因小失大啊！开多长时间呢？这个马上走。我饿起来了，马上就吃辣辣。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光天化日下，他果然是个帮主。那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搜子吧。光天化日，他为什么敢这么干？你想过吗？啥意思啊？看，周老师。哎，张超，这么巧啊！我刚碰上江启了。啊、哦。这谁啊？七哥，你说太对了，这女的不简单呐，黑白通吃啊！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啊，行，老师，那我执行去了啊。啊，行，你先忙。嗯你在干嘛呢？啊，没啥事儿，没事啊，没事。那个，我们等个人，一会儿进去吃饭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人需要帮忙的。没，你忙你的，经常。肚子好饿，要吃辣辣。哎，张超人呢？执行去了。嗯。哎呀，真把人家绑着了。还不是因为你上厕所怕他丢了。好不好吃呀？好吃，好吃呀！姑姑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挺会照顾孩子嘛。我第一次没什么经验，慢慢就有经验了啊。哎，就往那边。看着没有？是不是有同伙？哎呀，看来是凶多吉少啊。大馄饨来了！要吃啊，还要吃啊！哇，大馄饨！哇，大馄饨！哇，大馄饨！车给停门口了，哎，姑姑，拿个棒球棒干嘛呀？你会打吗？你管我呢！我这是帅。王刚，刘杰呢？啊，拍戏去了，当巡演。他真拍戏去了？真的？不是，我一会儿也去拍戏，我这身是戏服，你以为呢？老板，要不咱放弃吧？你不是一直想要一男孩吗？那纯属放屁！
我着急走了，我要去现场。吃饱了吗？那走吧，那走吧。吃饱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车我给你放那儿了啊。车怎么这么脏啊？七哥，你给我这最后机会了。行行行，我走了，赶紧拿主意吧。走了啊，行，拜拜，姑姑。最后一个，拜拜。上，废什么话，上吧。把孩子送回去再。哎，干嘛你们？站住！哎哎，打孩子了！打孩子了！站住！追！上！敢在我地面上抢孩子，追！站住！抢孩子！抢孩子！抢孩子！追呀！啊！抢孩子！抢孩子！那你们有没有结婚的打算？我和我闺蜜都没有想那么多，结婚要孩子都太遥远了。站住！我的孩子！哎，站住！我的孩子！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！追啊！追啊！孩子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！你把我放下来！你把我放下来！你赶紧追！哎，站住！孩子！孩子，追啊！追啊！救我！孩子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干嘛？站住！干嘛？你抢孩子！哎，来来来，我就知道你没有问题。这是我孩子，我是他爸爸。啊？他喜欢蓝色，他你我不分，他总是流口水，他过马路要牵手手。这还用你说吗？我是他亲妈。好了，都是误会，带孩子回去吧。哎，好，谢谢警察同志啊，没事，更添麻烦了，没事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你们啊。别难过，老师。你不是喜欢小孩吗？你怎么还舍不得了？可能是生育本能的召唤吗？真好啊！虽然我没有打算现在结婚，但如果你想的话，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你滚一边去！我觉得小孩挺好的呀。孙老师，借我溜一圈。什么玩意儿？去！我骑去。乞丐，你这多少马力？还没我那个强啊！走了。看一下，帅啊！哎，等我一下。就想抓他的胳膊。明白了吗？你就笑点。OK， 是这意思。闻闻他衣服上的味儿。来。孩子放屁。哎呀，别笑。宝贝儿，是不是放屁了？让它亮点啊！这一开会门，